哇，可不可以？哇塞，这家伙够大！去他哥！我靠！我靠，他还要跑！哎，我天！我还是家人醋把你腌制一下，我让你跑，你在那里你真的好调皮哦，对吧？咦，你还，我看你还跑不跑，跑不了了吧，这家伙让醋给醋了。哎呦，哦，我期待这一锅。哇塞，这锅盖又跑不去了。哎呀，哇塞，这小家伙，小家伙，小家伙。天热，你看不到热气，但是它很热。鸡蛋一样，那个蛋黄，对吧？外表很不烫。哎呀，这鲍鱼，哦，啊，不是，这鲍头。哇塞，这脑袋瓜大的，就跟个鸡蛋一样的，哇！哇，哦，也有大米，哇，哦，这大米，看到吧？这就是它那个籽，哇，哦，看到吧？还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沾点汁吧。薄荷掉下去了，你沾点汁就完了。你看，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哇，可棒了。大米是什么？你吃着你就知道。来个捕获，知道是什么吗？为什么说它是个捕获？补品就是，哎，看到吧，是不是个补品？你跟我说，哇，虾，我不是说你虾，我是说虾。你知道吧，吃的这个虾，然后他们说，你说虾骂人，吃的这个虾，这是绝对好吃。猫眼螺，黄，看到没有？黄，是它的黄，你知道吧？不要说它是别的，黄够不够黄？对吧？一定是黄。小满哥，给个双击，双击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可是好东西，把它留着，你知道吧？这么大的螃蟹很少吃到吧，对吧？给我个双击，等到来我们家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请你吃，行不行？哦。
8月1号开海，给个双击就行，真的。这块这么多的肉，哦，嗯，是吧？哦，哎，到他了。嗯，借你的，借你的，借你的手挑挑牙。刚才吃的有点那个，塞牙了。哎，哇塞，这么烫！哦，哦，哇塞，这是水黄。知道什么叫水黄吗？就是它这个是不带膏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想让它说，想让它长膏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现实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嗯，喜欢吃吗？